来到悠悠迷你岛，让你猜谜都猜不到。不论动身体或动脑，答对答案才最重要。对呀对呀，奇奇怪怪迷你国王爱热闹，嘻嘻哈哈猜谜大臣爱耍宝。答对就哈哈笑，哈哈。答错你猜怎么办才好？这里怎么有一种怪怪的味道？看来赶快拿出我的美丽花露水，让这里清新一下。啊，味道还在吗？嗯，我闻闻哦，嗯，还在耶。看来一定是我的美丽花露水不够有力。哈哈，没用吧？臭豆腐就是要够臭才够味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咪咪城堡外面那个小吃摊卖的臭豆腐超好吃的。啊，要越臭才越够味啊！哦，Q 公主，你的口味还真特别哦。嘿，啊，国王法蒂，我跟你说，这家臭豆腐世界无敌霹雳臭猫猫，你一定会很喜欢吃。呵呵，おいしい。是我也很喜欢吃的臭豆腐哎。嗯，那小小兵你们喜欢吗？喜欢。来哦来哦，又臭又香的臭豆腐，不臭不用钱。喂喂，我只是上个厕所，怎么就走不出去了？哎呦喂啊，臭豆腐老板怎么掉到陷阱里面了？啊，糟糕了，本来还想买更多臭豆腐请小小兵吃的。大家赶快答对，得到迷迷金钥匙。城堡外面啊，还有好多好多人等着来买我的臭豆腐哦。对对对，一定要赶快才行。国王法蒂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吧。嘿，谢谢法蒂。哦，轮子，今天要猜的是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哦。啊，交通工具，交通工具。哎呦，一定是因为刚刚的味道熏得我有点头昏眼花的，我忘记我要说什么了啦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动脑想想看，还有哪一些交通工具？你都知道，交通车还有什么？火车。你说。吊车。吊车。说了好多好多有轮子的交通工具，这样子你们也让我想起来了啦。今天这种交通工具是有任务的车子哟。嗯嗯，没错没错，而且这种车子大部分有黄色或是红色的，大家赶快想想看哦。对了对了，我的臭豆腐餐车也是黄色的哦，就在那个城堡的外面，大家赶快答对就可以来买我的臭豆腐喽。没有错，那我们赶快请国王给我们第二个提示吧。国王，谢谢你。嘿，钩子，大大的钩子，意思是说啊，这种车子上面都会有一个钩子哦。如果你的车子坏掉了，就会有黄色的车把你的车子吊去维修。哔哔，如果你的车子乱停的话，就会有红色的车子把你的车拖走哦。哦，有钩子的车子，大家赶快想想看喽。时间快到。是拖吊车吗？我们请国王公布正确解答。红色红色，车子上有大钩子的车就是拖吊车。恭喜你们答对了，迷你金钥匙 open。 太棒了，谢谢小朋友，今天老板请客。等一下，我的车子应该还在吧？臭味在，车子
小兵来接受胜利的 Happy。要吃臭豆腐的小朋友来这边排队咯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天天都心情好，看见人就微笑，你也笑我也笑，甜蜜挂嘴角，我们的微微笑让世界变美好，你也笑我也笑，幸福来报道，天天都心情好，看见人就微笑，你也笑我也笑，甜蜜挂嘴角，我们的微微笑让世界变美好，你也笑我也笑，幸福来报道，微笑吧，
平常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啊？我喜欢吃炸鸡、炸虾，还有汉堡。草莓姐，你呢？我喜欢吃甜点，还有炸鸡、水果和青菜哦。别忘了要均衡饮食才健康哦。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要一口气吃太多哦。让我们一起成为健康好宝宝吧！悠悠点点名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羚羊哥哥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请按下订阅键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请看这边。